耶！晚安，乐哥，晚安。乐哥，晚安，整天都在想你。晚安，心雨，晚安。大家晚安。耶！我又迟到了 ，sorry。卢卡，我想死你了，我也是。心雨晚安，好想卢卡，好特效，用了用了。晚安，大家晚安，过得好吗？这礼拜，今天也好美，谢谢。大家晚安，卢卡晚安。今天的衣服好特别，可乐 girl， 没错，好像是第一次穿这件。卢卡这两天忙吗？昨天还是忙，但是不是培训的那种忙。今天培训只有两个小时。北极熊晚安，大家晚安。然后因为我昨天三点睡觉，然后今天七点起床去培训，然后十一点吃完饭。然后我睡到六点多，然后六点多我去买东西做饭，然后到现在，对，我昨天就是在用东西，应该可以讲，这可以，我都能讲。洛克谢送闪光星星，辛苦了，谢谢，谢谢雷哥，谢谢乔纳森的大声说爱你。声说爱你，说对，我的大声说爱你好像也是一个拼图。谢谢雷哥的行李箱，过得很好。刚刚去看篮球，支持球队的大逆转赢球队啊，这么好，去看篮球，太晚睡还要早起，对呀。其实我在用那个生日会的周边，对，今年应该也是我要负责做。我三点睡八点起来，比你多一个小时。如果玩生日 T 预购了，希望可以早点拿到哦。就好久不见，耶！对，希望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出货，但是谢谢你帮我们。笑笑晚安，泽维好可爱，谢谢阿大神晚安，谢谢北极熊的缘分相遇，谢谢乔纳森的四叶草，谢谢乔纳森的行李箱。然后破姐一直在叫，她刚刚在明明在我的房间里，然后她说我要出去，她很想出去的样子，然后她现在又在叫。关于晚安，所以会周边期待。你们说我可以问你们吗？你们比较想要真人版的我们的周边，还是我画的版本的周边？又是卢卡设计的，可以好好期待。晚餐我有吃啊，嗯，剩一天能买了。今年一样热，不是今年不是，压线仔不要忘了。阿元晚安。谢谢卢克的四叶草，谢谢冠宇的浪漫星，浪漫玫瑰，谢谢笑笑的浪漫玫瑰。等我一下下哦。小孩子才做选择，谢谢补档补到送我会员票。顾家晚安，真人版是用照片的意思，对对对。先看是什么类型的周边才能决定，喜欢真人版。我全都要，好难决定，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你们真的想要什么东西。私服面白い？面白いってどういうこと？好笑。卢卡觉得我想要的就是我想要，好难，但我是喜欢卢卡画的图，真的吗？因为我真的不知道，因为我想说，大家没有很想要我画的版本的话，那就直接用照片就好。
因为画画真的比较需要花时间。对，我喜欢你画的，真的吗？超哥晚安。对还没参加生日会的我来说，说什么就我会说什么。哦 ，Derek 晚安，谢谢送我相遇，深渊晚安。那你们有想要的周边吗？我不一定会用到你们的案子，但是想先问一下。说不定已经决定要做什么，但是还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。很难得看到你穿这样类型的。Ricky 晚安 ，Luke 也社员晚安，超想你的，我也是，都是心意。对，讲就没有吗？不一定，只是想知道，不管是画的或是照片，都是 Luke 的心意。帽子，帽子好像原本。我们有做过帽子吗？其他月份的，以前做了什么吗？要看去年的吗？等一下给你看。生日会限定生，我也想要这样的，只是他们不知道说 O 不 OK。去年十月听说是帽子，对。其实我们前年吗？前年生日会不是只有三四月的。就是被取消吗？延期都没有，直接取消，然后变成线上的生日会。前年的时候，原本好像韩寒帮我们做帽子的周边，结果那个就没了，很可惜。谢谢玉安送我星辰。等我一下，我给你们看去年的。去年也都是我做的。どこ行ったかな？等我一下下哦，找不到，突然找不到。我去一下外面哦。差不多进来给我。是给你们，给他进来。啊，红包没了，谢谢陆克的红包。我入坑吗？我生日，第一场生日会，结果就没有参加到，当然超难过的。我那时候也蛮难过。渔夫帽好像不错，对，可是渔夫帽。帽子哦，上面有我们的脸那种吗？其实帽子很难设计，就是通常帽子不太适合画很多东西。然后我怕我只画一点点，大家都觉得今年的刘家感觉很懒惰这样。对，去年生日会有合照就很棒。可以呢。去年的周边要等我手绘才能用，也希望这次可以跟大家一起合照。对，去年有些人没有拍到合照。去年卡套还放着抽屉，舍不得用。关于谢谢红，不是，没事。谢谢强大神，抽你。谢谢杨晚安，又进来了。去年的我也还没打开，真假的，赶快用啦！今年破奖终于出来，啊！今天温江，可以学月的话，我建议潮汐今年三月的。今年三月什么意思啊？三月生日会已经，今年三月什么意思？
生日的周边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生日会是不是已经？爱心出现了，看到吗？不会这么觉得，帽子就有一个 logo 就好。对，换很多东西会觉得不好看，帽子真的只有一个 logo 就好。去年没拍到照，对呀，超难过的。去年是要队友合照，对，去年合照超少甜甜圈。哎，我捡起来的哟。分钱加班的是呢，嗯，分奖，超难画面。今年三月成员预告了抱枕套，抱枕套吗？可是那个 C， 那个要花很多钱呢，是真的吗？还是他们乱讲的？加班的是呢，加班的，分奖明明有吃东西，用错表情。今天原来你啊，那一二月的呢？不是这两天吗？不是这两天有生日会吗？一二月的是什么？我讲各位的兄弟，兄弟兄弟兄弟呀，兄弟兄弟呀，回家回家回家去了吗？大哥，可爱呢，嘟嘟，今天至少存在感，没错，好臭哦。他的屁股好臭啊！一月是胸罩，等一下，故意的吗？小小。变调好吗？胸章对不对？胸章可以办了。谢谢拜拜啊，碰奖！你为什么要闻碰奖屁股？没有，他刚刚他的屁股刚刚在我的脸这里。对，可以谢谢杰总带我走。我们怀念你，碰奖！不要对镜头撒娇了，不行哦。あ、本当に甘えん坊なんだね。買いに行こう。買ってこかれよ。谢谢小小这段时间的陪伴，我们很开心你。那二月的呢？一月是胸章嘛，二月呢？おにゃおにゃおにゃ、ぽんちゃん、毛がすごい抜けてますね。ぽんちゃん最近毛掉的比较多，可能是因为天气变热了，你的腿真的好长哦！啊，ダメよ、ダメよ、ダメよ、ダメですよ。谢谢小阿北送我专业直播间，晚安。谢谢强大森的麦克风。二月是口罩套，哦，是哦，口罩套，嗯。他这是直的，别的正套，这次用了横的。姐妹，我这次特别看了三秒才送出文字。口罩套你们怎么打错？谢谢姑姐的专业直播间，我真可爱呢，可爱呢。哦，对，然后我要给你们看，这是去年的周边，有两个。但是口罩它啊，已经有很多了哦。对，我应该不会选口罩套，美工口罩之类的。哎、欸，不行啦，不要给大家看你的屁屁。嗯嗯，可爱的兄弟哦，真的，我要一个一个给你们看，真的。等等，这个是叫什么东东？太快了，没有看清楚。游戏机的另一个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。我是要跟你玩的，我跟你讲。等一下，图案看不到。太快了，没有看清楚。等一下，透卡也不错，真的吗？你们想要透明卡吗？一直秀爱心，
去年实验也是口罩套，而且感觉口罩套用了就会真的会坏掉。今天看到好多次爱心，对呀、啊，今天怎么你怎么那么黏呢？你怎么那么黏我呢？识别证袋子，对，应该是对，这样。パンちゃんダメでしょ。ダメよ。嗯，爸爸，你不要对镜头撒娇。谢谢灰灰是我送的告白气球。没几个人会用吧？把所有有出过都放进来。哦哟，パンちゃん、ダメよ、座って。花姐很想当主播，对，应该是哦。因为你看，你看外面，还有这个，也是我设计的。啊，我现在用这个东东。ジャマですよ、ポンちゃん。ジャマジャマ。ポンちゃんジャマです。不要一直吻我。嗯，你在干嘛呢？你到底在干嘛？这样好看吧？姐妹，快点姐妹姐妹。话说你啊，对不起，话说你们有在用这个吗？大部分的东西我都舍不得用。他吃过了吗？有啊，但是还没吃肉泥。或者一个空瓶写露卡满满的爱。露卡平常用这个卡到吗？每天都在用哦。对，可是我发现我们公司姐姐有些人也是用这个卡。只是因为他们上面没有贴东西，所以这边有满满他们的卡套，这边满满的刮痕。对，所以如果真的要用的话，建议大家上面贴一个东西，对，保护的。我是放一对硬卡通，我有看本家出过一个应援墨镜，觉得蛮有特色。哦，墨镜。对，其实我们还要想周边，就是还要想有些价格会不会太贵。对，然后 CP 值有没有很好？对，因为太价钱超过了就不能做，而且我们有三个人嘛，如果两个人的话也可以做一人一个，这三个人就不一定能不能做。老实说，没有我上班不用单车也用不到，一边是成人迷，一边是应援池。哦，对，可是你们平常看公演的时候。他不想走，对呀，嗯，舍不得打开，真的哦，怎么办？我想说，我都用得很辛苦，结果没什么人在用，蛮难过的。这个特效好吗？公演戴墨镜要看什么？对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也没打开。两个墨镜两边是塑胶，中间有哦，了解。没有镜片，应该成本不贵，了解。还要看台湾的厂商有没有在做。何してんねん、本当。何してんの？嗯。今天他怎么那么黏我？好可爱哦！谢谢千羽的一封信。どうしたの今日？今日いつもよりあれですね。零钱包哦，哦，好像不错。嘿嘿，那个吗？卡妹在呀、啊，她在房间。我问问看好了，跟大家讨论一下。谢谢坤坤的闪光星星。谢谢。嗯，足が長いですね、あなた本当に。なんでそんな足が長いの？我都懒得算看到几次爱心，爱心大集合。今天就是碰见直播，那我打开来用好了，只是有一阵子变旧旧的。对啊，说真的，这个全世界只有200个，对不对？西雅布丁那边有意见吗？他们，因为他们觉得做的是我自己做的是我，所以。嗯，不会给我太多意见，对。
不是两百吗？上次生日会的啊，两百加三啊，两百个粉丝加上我们三个人，我在一破甲现在用两脚站立，他现在在窗户那边。生日会不是只卖一百吗？哦，一百哦，不是两百啊，对哈。那我搞错了。看生日会有几个位置？那一场不是只有一百个？每一场都几个人呢、啊？今年都几个人？也是一样一百吗？公演才是两百，一百加三加公司姐姐啊、哦，对，所以可能就是一百几，一百十几个。本节目是哪一类模式的？本节目是的，你是在哪边哟？今年换场地了140哦，有变多了一点。也是在看什么场地？好像也对。こいちゃんも出るの？出る？出ます？ずっと邪魔してたもんね。バイバイ。我发现卡妹躲在房间里，她等一下应该会还会讲。四月应该也是在后台，后台应该都比乌梅好，希望是。像是我之前都看不到爱心，今天一直看到。山顶好远，真的，去年山顶的人真的有点有一段距离。那我可以问今年生日会都做什么吗？玩游戏吗？啊、哦，又叫了。现在场地在后台咖啡厅台大那边，乌美拍照的光很糟。后台是台大那边一间咖啡的名字，咖啡厅的名字吧。后台比乌美好，太棒了。说到生日会，突然想到我还没买圣诞厅，等着直到明天哦。明天16点哦，欸不是讲错了，直到明天18点，对，6点。一月的寿星开场先跳3首歌，solo 吗？还是两个人跳的？对，我可这好像可以这样。跳什么歌啊 ？AKB 的歌吗？亲友参加的回答，明天就要截止，真的去买。我今年还没去过生日会。一月 bingo 游戏哦，他们我记得他们去年是 bingo， 所以今年是 bingo。还敢压线？我人生中还没去过生日会，可以来第一次可以来我们的，没买到被会被笑。明天晚上6点集合，对，真的。今天的游戏在粉丝背上写字，让粉丝猜。想到我也还没下单，啊，我也还没。二月背后的写字跟比手画脚是。哦，粉丝帮他们，去去去天使的尾巴，还有一首忘记。王子，开场妮妮跟林一各跳一首，然后第三首两个人一起跳，边发糖果这样，哎、欸，好像不错哦。我也只去过去年4月的生日会而已。身为压线仔，要有压线仔的遮掩，我都会戴望远镜。期待四月的生日会。对，今年因为思雅最后一次生日会嘛，在 TTP 里面最后一次生日会，所以我相信很多大胸团应该会想买生日会。发糖果不错哦，发糖果。如果要发日本零食吗？那可能要去买一下。对，问一下，我今年比较想要跟大家一起互动的那种。对，感觉会很难抢票。票会很难抢吗？每个月都状况不太一样，但是今年的话，对，感觉大胸糖大家都会想买。我听说雷军已经什么要抢很多票，大胸条留个座位给我，还没去过。去年参加完四月生日会，不好意思，我到现在还没参加过任何一场。
大胸弹琴手下留情。雷军要抢十张，一张都没问题，要付数张才有麻烦买票的问题，应该是抢不到的。如果要抢的话，真的就是准时抢，不然真的抢不到。我猜啦，三月的是什么时候开卖？甜甜圈没抢到，就是用钱收，很难。我觉得这次的应该真的很难。之前抢到的毕业了。那时候雷军可以脱色一张给我们。三月现在还在卖，上礼拜是开卖的。哦，是哦，三月卖到明天，也要我有多哦，所以三月的就没有秒杀啊。那四月的也我也不知道，不一定。万事拜托了，我以为生日，对不起，我以为生日会都是秒杀的那种。雷军有素食少女组需要抢票，他要抢十张应该有多的。三月公演的侧席也拜托，翻白眼了，你们要自己抢了，除非那天要上班。买博爱票比较好为什么他是博爱票？五月四亚毕业演唱会很难抢，应该哦。三月老实说难，可是毕业演唱会的话位置不可能只有140吗？不可能那么少啊。四月感觉会比较快卖完，毕竟有雷军跟大胸谈们不是铁雷军跟大胸谈，是雷军跟大胸谈会自己抢的，我怎么敢跟大胸他们并列？三月公演不能去，所以就没抢了。三月公演啊，三月公演还没开卖吧？有开卖？我干车我可以买彩蛋座位吗？啊，对你有没有受伤？对，还有应该没有骨折哈，骨折什么的。话说这次公演第一排甜甜圈应该都没机会了。你说公演吗？这次公演应该第一排应该都是酱油吧。我的公演 A 排没了，不一定呢，不知道啊，有可能。博成晚安，机车撞伤，还是你的心你的心里你的心有伤。谢谢博成送我冰冰来咯。三月公演少了三个会员席，看来是没机会。我左脚拉伤超严重，辛苦了，还好吗？我拉伤，我没那么严重啊。对，我没那么严重，我不是出车祸，我只是自己跳一跳，啊，扭到。啊，你说拉伤左脚的拉伤好了。三月公演周四开卖。静田晚安，谢谢浪客的浪漫玫瑰。不可能，我没投面面呢。欸，不是投面面的，也不是可以抽会员票吗？会员系吗？我的心的确受伤，到现在还没好。礼拜四开卖，好，剩四天。如果看到甜甜圈在第一排，就代表他投别人了，是这样吗？谢谢呼呼猫的一封信，谢谢呼呼猫的浪漫玫瑰。公演没开卖，因为我拍卖就前在计划。好，没关系，不用跟我讲。第一排只有头面面的可以抽。哦，是哦，第一排。原来如此。还有其他几个位置，第一排只有头面面才有抽到，我就没资格。A 排只有加油能抽。可是对其他人粉丝来说，会员系就是少三个机会变少，好像也对。三月十号开门，看到第一排戴面具的粉丝你就懂了。面具？什么是面具？什么意思？酱油？不是酱油都是戴面具吗？
这样我们应该都在第四排才对。第一排有甜甜圈就可怕了，对。第一排怎么会有甜甜圈？嗯，啊，除非是那个残障，不爱不嗯，那个叫什么？残障系吗？对，甜甜圈抽到戴面具。所以卢卡彩带请往第二排后丢，这样又别管了。我看看好了，我到时候再看看。嗯，对，而且这次搬家了，最嗯，因为我们平常那个丢位置都是猜拳决定嘛。对，如果面面这次没有赢的话，他可能在侧席。对啊，结果他不在第一排，不是，他不在前排。然后第一排都是酱油酱油酱油，这样我们前面的六个人不知道要丢给谁。啊，残障系的人不敢用真面目面对卢卡的弟弟，看到第一排甜甜圈，卢卡才会包石头丢。面面应该会瞧一下吧，嗯，我也不知道耶。只是如果他没有特别提的话，我们不知道，还是会瞧一下，嗯，还是猜拳为主啦，对，对，猜拳为主，如果他输了就不行。话说你们想要这个图案吗？我觉得都过一年了，感觉可以公开。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用的怎么样，如果现在就是满满的刮痕的话，我觉得可以就是给你们印贴纸，然后贴在上面，这样我们就能听到面面唱成全。对，结果他侧席丢彩蛋，然后发现哎，我的粉丝是不是在第一排？搞不好是海波呢。图案很可爱，公平瞧一下，这种是不能公开说啊。对呀，不太可能会瞧了。对，一定是猜拳。不过彩带不重要啊，对，彩带没那么重要，真的，彩带只是哎，有很多比起彩带重要的东西，可以做成贴纸。工作证嘛，我上班也用，这是去年的生日会周边，去年四月的生日会的周边，我设计的，对，April， 然后海豚，然后这是什么圈头吗？海豚跟手，然后布丁狗啊，很像布丁狗的狗，什么比彩蛋还重要？现在说的我才不信，求高清图。嗯，我在想要透明的吗？去背的还是没有去背的？彩蛋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表演当下的感动。九条蛋真的不重要，毕竟少了卢卡那条。你拿到九条，哇！我接过一个毕业的彩带，也接过祖祖，也接过子萱。那运气，你运气真的很好，很像布丁狗的狗。对，这不是布丁狗，这是很像布丁狗的狗。卢卡，你看哪九条才说不重要？真的磁彩带磁铁。拿到九条真的很猛哎，是不是因为成员都知道你是谁，所以丢给你？去年第一次看草组公演就接到瑞婷的，哦，原来我第一次公演是丢给谁啊？哦，对，我第一次公演是丢给卡妹，难怪刚刚突然想不到是谁，我连到彩带落点的机会都没有。没那个的才有资格说不重要。去年是卡妹，不是去我第一次公演彩带是卡妹接的，伤心往事，没事，这种事不是只有我发生过，
蛮多成员发生过，我丢这个彩带，没人要，怎样？卡妹被拒绝的那种，对，卡妹被拒绝的那次，其实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那个粉丝是谁。对，别人的我都让别人接，自肥啊自肥，对，说不定那个别人也没有很想要，这样就尴尬了，可能是我都很成什么的看着成员。我只相信卡妹说觉得彩带不重要。对，卡妹第一次公演拿到我跟小迪的彩带。圆滚滚晚安。阿福晚安。陈肯。好难念。肯定的肯吗？还是不是？好好，一次拿两条谢幕。对，没有，他原本只拿到一条，然后发现我的彩带在地板上，所以后来卡妹就帮我捡。然后后来他就是出去物美的时候，他随便问其他粉丝，我就跟卡妹说，我的彩带帮我给我的粉丝。然后他说，可是我都找不到你的粉丝。他说在外面我都找不到你的粉丝，我在公园有看到拿我的扇子的粉丝，可是在外面都没有。然后那时候他一出门就跟其他粉丝说，要不要，你要彩带吗？然后那个粉丝就拒绝。对，刘佳也被拒绝了，卡妹也被拒绝了。上次看别组有成员丢过来掉地上，我捡起来塞在别人手上。其实你可以先捡先拿，然后再给其他就是推他的成员，对，推那个成员的粉丝，这样其实可以。有成员都要接，建成晚安。上次不接入卡台的帽子男应该也觉得不重要，肯定的是可能是这个肯哦，不一样。突然感觉我好恶气，突然好忧伤，结果好不容易问了一个，对方还不要。对呀，那时候没圣诞 T， 也没有圣诞 T， 然后拿我的粉丝也没有很多，出去扇子就收起来，不然就很好找。凯妹下次可以，下次拿到可以来找我，他应该不会再来看的，因为好像等一下，因为这几个月前两排都是会员，不是家族的。卡妹是没认真找吧？她应该认得我啊。没有，一开始啊，应该她不知道你，她只知道塔瓦哥长怎么样。下次出去外面还要拿扇子。现在很好找了吧，再丢一次。你们这些甜甜圈狮子，我也捡给别人过，还要捡起来还给提早掉的成员。重要的是他的过程。帽子男不是青云，我怎么可能不接？卡妹只想坐前面，卡妹说不定会自己买票偷偷来看，可是他不是会员呢。只是侧席的话有可能，可是我不在侧席啊，我不可能是侧席，我不可能丢侧席，不愧是我塔瓦哥。一定什么青云上次还两只手拿东西不想接的样子。对啊，你看上次我跟丽卡都丢给他，结果他都不接。卡妹知道九蛋长怎么样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跟他讲过，我没有跟他问过。对，他只知道你们的名字，只是真的知道外表的应该不多。侧席很近，以后我直接把手灯扇子都地上准备接彩带。对，可是丽卡不一定。对，丽卡回来的时候，我们不一定有 reset 公演。对呀，把扇子丢地上不行啊，因为我想让你们看到我的扇子。
呜呜青鱼不想接我的彩蛋，没关系，那时候别的粉丝帮我接了，很开心。然后可是我以为我的彩蛋是第一排的女生接，对，但是后来发现其实是第二排最边边的男生接。那是强大神，那种很恶劲。成员到后台拿彩带的时候，我一人上跟手灯也同步收起来。怒丢扇子我有过，为什么？那次真的有够混乱，对，因为很多人，我以为我丢给青云，结果青云不接，然后哦，原来那个女生帮我接，谢谢，然后结果那个女生的脸就是没有再看我，所以想说，好吧，她可能不是推我，结果是别的粉丝帮我接，强大声的接，他的扇子飞出去了吧？等一下，我为什么听不懂？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不小心掉扇子，在走出来的通道上掉扇子。什么意思？是你的扇子掉在台上是不是？还差点被踩。对，而且掉了你也没办法去拿，对不对？十二月那次，哎，我真的不知道哎。彩蛋で幸せになってる人少ない気がしてきた。ね。强大声有说过啊，真的吗？调出去了，他的扇子掉在舞台边。哎，我第一次听到哎，是真的是跟我讲吗？还是跟丽卡讲？你们搞混了，因为我真的没印象。如果是我加入卡的，我很开心，一直收线。对，我知道你们长怎么样，我一定会丢给你。你没从那边出来。对，我真的不是，我真的第一次听到这件事。一首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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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我觉得我的。我觉得我的这个贴纸应该要该去换一下，以后搬家了大家都两手空空。对，可是要先让他知道你在我的粉丝在坐那里。 T 恤注文してきたよ、ありがとう、嬉しい。我觉得第一排最靠近边边的位置都很棒，可以把扇子放到音响上面。第一排边边被搬光了吗？不过第一排这边好冷，有电风扇一直吹。你们喊哭就还好，太阳应该会很冷。哎呀，山顶很冷吗？对，你们都穿圣诞 T 对不对？只穿圣诞 T 会不会很冷？我就摆出一笔传球给我的样子，我要你的彩带。但如卡在中间，一定要抽到会员席，实在太难接到彩带。山顶心很冷，对，心很冷，不会冷，但是心很冷，了解。但山顶其实真的事业嘛，事业真的不太好，我们也看不到你们的脸。山顶心会很冷，孤单寂寞觉得冷。这次位置是抽签吗？除了会员系之外，还是一样用抢的？这次 reset 公演，思雅会回来，然后韩寒也回来了，只是怡真不在。所以你们大概知道我会参加什么歌曲吧？啊，视野，对不起，视野。这次也是用抢的红，
那你们要加油。第一排可能没有甜甜圈，但是第二排、第三排、第四排有可能。但我第一次看橘族 mini con 也是在山顶，也是一眼就看到卢卡了呢。嗯，那就好。但是那天麦还是有点小累，那么可惜那当时没做到。哎，那你？あ、本当だ、落ちてる。そう、なんかね、すぐ壊れちゃうの、これ。あ、また落ちた、いいや。あとで直そう。等等再用好了。我第二排希望我能抽到。有发现三零很抠很热情，该不会有前座？第二排还是用抽的。所以你们这次抢到就是从第三排开始抢，是不是？王子C，哦，对，王子我应该不是C，应该啦，应该，对，应该是挑三号位，所以是左边啊，你们的右边，我的左边。我要穿蓝色衣服，我一定第二排中间，一起的对手结衣。抢票都是从第三，山顶不就是要大喊干扰山顶的摄影机？第三开始哦，那你们抢到第三排，然后后来会员系抽到第二排，这样第三排的票怎么办？只能卖给别人吗？还是可以退票？我还在考虑这次要买中间还是侧席。嗯。你们觉得呢？洛克是单推我的吗？单推我的话呢？嗯，看你们啦，对，看你们。侧席比较可以跟很多成员就是互动，我们在表演的时候，只是有时候你坐左边位，左边侧席，我站在右边跳的时候，你可能就完全看不到我。第二排也全部都是卢卡的，第二排当然可以，我可以丢，我丢的其实蛮准的，不觉得吗？抽到就不抢一般票了，哦，所以是先抽还是先抢？我可能会抢侧，正面没信心。这边侧席的看的风景不同，对，完全不同。会员席先买卖票，就不要抢第三排。以后了解，我知道了。其实洛克最近蛮常出现在，没事。谁？谁的台？超准，看来应该是中间先抽。那是别组吧？蛮准的话，下次请丢我头。这个月的保护费应该是已经汇过去。山迪会看到后面现场的官方人员也跟着看，没有，我家洛克很乖的，都是别人带坏他。你看，很多单推的都是这样变成双推，然后变成很多推，然后变成滴滴。我是跟小生去看热闹，现在会留言的人。我都在其他台看过，都是洛克朋友带坏的。单推甜圈又减一的，早就减一了，好不好？现在真的单推我的应该真的不多，应该是不多。上次说应该有五个，应该不，现在可能连三个都不到。不要带坏甜甜圈。我去抓人的，我是单推没错。意思入客以后会变滴滴吗？不知道哎，这就不好说。早就没有了，好不好？我都是去跟雷军打招呼而已。我现在来，说到单推入卡就是我吧。202003170529，虽然不是单推，也不要思路。哈，神推我就好。
只能这样讲，不然我会难过。嗯，这也我也没办法要求你们不要喜欢别人。之后会有三期生呢，可能单推我可能越来越少，更少。单推甜甜圈的称号，对你真的很乖。樱桃班晚安，三推加一，卢卡不要难过。卢卡降低标准了，没有，我才不会降低。我才是单推卢卡的11月1号到1月21日，就是直到韩寒回来的那天。我是特工团团长，认真的单推。我觉得我也不是算单推，不看三期啊，确定？我三期我一定不。当初说我不会看二期的，不一定不看二期。那说不看三期是在立 flag 吗？对啊，怎么办？也是新手的多多的三期生，可能都几个亿，你都寂寞呀的吧？都寂寞呀的，けどまあ C って言うなら優しい嘘かな。ディラン晚安。无论如何支持卢卡的心不会变的，谢谢。能拒绝，还好我当初没有说不看日期。这时候不要说话，不要说话好了。我好像当时就说过不看日期，对，但是还好我当初一进来就看日期生。对，我觉得没关系，还是有新粉啦，还是一定有新粉喜欢三期的，对。我一开始就看 Luca， 我第一个做日期生音乐物的，结果打错名字。对，你们不，如果你们真的一开始要做三期生的扇子的，还是你们没有要这种？对啊，宫川流江，可惜我真的没有实体看到宫川，我看到的时候就是已经变成宫川叉叉宫田。不看，逼我看三期我也不看，印象深刻，那个故事真的很有趣。对，先问过你姓名吗？你之前才说三期一定全都屁孩，不一定啊，不一定，也不是直到20岁吗？二十岁，应该不是屁孩，希望。那时候真的听不出来，要先问姐姐，对，是宫田还是宫川还是宫崎？是宫崎吗？还是宫川？不是，是宫田。结果都不是。等等，我先检查一下真相有没有打错字。我们还开小组会议讨论卢卡姓什么？早就知道写刘家就好，可是刘家的刘你们也不知道对不对？刘家的刘到底是哪个刘？家是哪个家？光川那个只能说他们效率太扯，记者会才结束马上撑出来。对，其实这个真的这样真的很好，会让偶像就是增加了自信。因为我们一开始出现的时候真的会很怕，你们就是不希望被你们那点就是怕被你们拒绝这样。光川那个只能说，对，我刚讲恭喜刘家，刘家就不会写错。刘家的那个汉字选择性比较多，对不对？是玉字旁的刘吗？还是流血的刘吗？然后家也有很多，家里的家。加东西的加，应该是不会看三期，真的吗？对，有可能是那个加一的加。谢谢樱桃猫送我专业直播间，怎么可能拒绝卢卡呢？卢卡的流就是流星的流，留住的流，没错。应该用日文卢卡就不会错了。
卢卡。雷军坏坏。还好洛卡没有看到错误的预言物，不然以为刚来就遇到了劫。李俊堂之前同学叫刘家还是洛卡？你说叫我吗？刘家比较多，对，刘家。你说台湾的同学对不对？对，洛卡都是日文，日本的同学。这样叫我，谢谢陆克送抽抽你。对，他们都叫我刘江或是宫田，可是我不喜欢女生叫我宫田。我当初有被一阵念了一下，怎么可以去看刘江？这样吗？刘，これも刘らしい。でもこの名前使う人あんまいないと、この名漢字使う人いないと思う。ネズミにいるか乗る。我只是把流血的流打出来。日本路卡也蛮多字，对。那男生叫宫田呢？男生都叫宫。有些男生觉得，如果不是女朋友，不太会叫人的下面的名字。这样讲的，就是不会用名字叫女生，都说宮田、宮田、宮田さん这样。当然有些名字比较特别的女生常常会被叫名字，对，只是我的话，男生基本上国小国中男生基本上都叫我米亚达，对，米亚达米亚达，叫宫田蛮呛的，对呀、啊，不觉得吗？宫田，女生叫我宫田就真的蛮呛。我当初隐藏的比较好，感觉要打起来才会叫宫田。有人叫宫田同学吗？你要当上有啊。裴君还来，你要当的过得下来。米酱很怪，为什么叫米酱？米亚酱啊，也没有叫我米亚酱，对。要米亚达，そうね。光田模型。そう、私ちょっと待って、中三の頃あだ名がナイトフィーバーだったから、その時はナイトフィーバーって言われてた。一部の男子に。那高中台湾人有叫你光田吗？有。宫田刘家，宫田或宫田刘家，或是刘家，或是米亚塔，对，没有人叫我卢卡，对。那叫卢比的有吗？没有，那是绰号啊。宫田应该是田宫模型的、啊，对。宫田小姐 ，Night Fever， 关田那是念错的。你的体育老师念错，我才不是关田。哎呀，关田牛奶糖好吃，有这种东西哦。米亚塔感觉很中二，还好啦。关田在台南，なんでそのあだ名がつくことになったんだっけ？いやなんかフェイスブックが当時流行ってたんですけど、それになんか夜寝つけなくて、あなんかなんて言ったんだっけ、なんて言ったんだっけ、なんか全然眠れないからルカルカナイトフィーバーを全力で踊ったら頭がフィーバーしてしまった的な的なことをフェイスブックに書いたら、次の日から頭がナイトフィーバーになった。寝つけない夜に全力でダンスを踊ったら寝つれちゃったの。宫田牛奶糖很有名，是哦。上次没有日文说过吗？应该有啦，只是他可能那时候不在。ね、そういうのが、そう、え、你们国中的时候流行什么？
そう、熱出たのその日多分本当にガチで踊りすぎたなと思う。北海道の国を乗れた。什么影片才没有？开心农场，主播你好，阿贤你好，香草味可乐。讲出来要报年纪了。你们国中的时候流行 FB 吗？还是别的东西？35亿的影片。我现在看那个就蛮丢，觉得蛮好，还蛮丢脸的，应该不会发。我已经忘记我国中流行什么。其实那时候，虽然我们是日侨学校，我以前国中的时候比较流行的是 Mixi， 嗯，我国中的时候在日本流行的是 Mixi 跟 Twitter， 应该还好。那时候 Mixi 跟阿妹吧比较流行，然后现在慢慢流行成。Twitter 跟 IG， 对，在然后对他们来说 ，Facebook 是脸书，就是年纪比较大的大人会用的，所以日本的很多年轻人都没有 FB。国中流行5566，我国中好像刚办 FB， 对，好像国小生不能办 FB， 对我也是，国中的时候 FB 刚流行，我我好像是国二的时候串账号，可是我不会发，应该不会。我国中都在无名小站，哦，无名小站。虽然我国中才发年前的事情，但我记忆力好差。现在是流行小红书，什么是小红书？ミキシーやメブロ懐かしいな。そう、私が中学の頃はミキシーとメブロが流行ってて、フェイスブックは多分あんまり、あの多分私らの中学の間でしか流行ってなかったと思う、日本では。でツイッターは当時やってる人少なかったね。インスタグラムはなかった気がする。うん、 FP 刚开始比较疯开心农场。我国中是流行 ICQ。ICQ 是什么？我国中大家都用 IG， 哇，wow, 那时候就已经流行。现在小朋友连 IG 都觉得是老人用的，没有屁，不然现在他们用什么东西？我觉得 IG 是最现在最流行的。我才不是我国中流行什么，5566是我国中的时候最红的偶像男团。哦，原来。我是高中才玩的妹吧，嗯，我上大学才出现 FB。 Echo 是不是很年轻？啊、哦，没有没有，讲对不起，讲错了。你上大学的时候出现 FB， 啊、哦，那年纪比我大，对。Sorry， 我电脑课离开一下，中文名字就被同学改成帅哥帅员。其他人有没有笑你？我也不知道小红书，那怎么是小红书？FB 我是小学三年级办的，可以这样吗？FB 已经是被说老人在用的，对呀、啊。对岸出的社交软体，哦，原来如此。是什么样的？比较像哪一个 ？Twitter、FB、IG 比较像哪一种？还是都不是？我国小六年级开始办 FB。 Facebook 日本あんまり入ってない、みんなアカウント持ってる。そうそうそう、だって本名、基本的にあれ本名じゃないとダメだからね、個人情報ダダ漏れじゃないですか。そう、 Facebook は世界では入ってるけど日本ではそんなに入ってない感じ。那时候上电脑课还只能玩小朋友打架。 ICQ 是一个电脑软体，即兴通 MSN 那种。哦，比较像抖音。说到抖音，卢卡现在都不用抖音照影片。我其实没有很喜欢 TikTok、欸。对，我其实以前蛮讨厌的。对，我国小五年级梦想小玩 GTA 到武装官方就
溢出免费版。我办了 FB 账号，但发现我没有没有朋友，才不是这样。我被吓到，高中毕业才申请改名成功。森林你好，越简单的小游戏越流行，像 IG 哦，有点像 IG。FB 之前游戏即兴通和 MSN。我高中用学校电脑登入 Google， 我把喜欢的女生 FB 在书签列上，被全班看光。了解，辛苦你了。对，电脑课登入账号，离开一下就被朋友改名字，做帅哥美男之类的。原来这是常常会发现的事情。哦，不是艺术，是厨。抖音已经有人呛说是抖音屁孩。对，我就是没有喜欢 TikTok。你没玩过 Little？ 没有，之前有用 FB 无名小站，后都没有用。就算 IG 高中大学的时候流行，但是我其实几年前才知道怎么发现的。现在好像是后面才会出现的。对。以前还有一个来北海道的 KUTAR 吗？小游戏，这个我不知道。我是因为 TV 才去用 IG。 对， IG 其实是因为一定要 po 照片嘛，如果没有要 po 照片的话，很多人就是没有发，不会发。我去上个厕所回来，同学跟我说，欸，你喜欢谁谁谁啊。太可怜了。也就是因为常常会寻找书签是什么意思？是常会寻找，所以第一个会出现那个女生的名字，是不是？因为 TV 才开始研究 IG 怎么用。卢卡有玩过什么网页游戏吗？台湾的你们可能不知道。对，我以前玩阿妹吧，阿妹吧玩得很凶。还有什么呢？我想一下，网页游戏 ，FB 跟 LINE 游戏后那些软体都没入。我记得我是当兵入伍的时候知道怎么发现的。哦，那就太晚了，太晚了啦！我的最爱，思睿晚安。以前 IG 都是追国明星用的，所以基本上功能都不太用。啊，所以是最爱的连签，连接感。等一下，这里很多人玩过这个，我只知道风之谷跟抱抱玩，对，但我都没玩过，因为 TP 才用 IG， 出现就是 Google 最上面的那一排。哦，啊，我给你一个了解。你就出现他的账，他的 FB。 原来如此。那个女生后来你跟那个女生在一起了吗？人斗风云，这个我没听过。对啊，妹吧有叫 Pig 的游戏， PIGG。 只是啊，妹吧 Pig 好像现在没了，自从发现限动后就变成只发限动。对，风之谷我还在玩。不要破墙叫很大声。对啊，我开门好了。回家，我还在玩。真假的？只是我都把风之谷的装备卖掉了，拿去买真鞋。卢卡过 Good Night Mr. Snoozeberg 没有耶。卢卡果然喜欢感情故事。一直都喜欢。阿妹吧屁股呢？屁股屁股不是屁股，是屁股。那个女生说我太讲脏话，她不喜欢。是你打那个
物理贴身的时候吗？阿妹的屁股界面看起来有点像 FB 的餐厅游戏，可是那个可以跟陌生人聊天，对，跟陌生人聊天，然后也可以就是也可以撞，哎，也可以就是也有开，很像开心农场那样，就是做一些植物，然后做料理什么的。以前是八本家也有在用阿妹吧？各位甜甜圈投稿感情故事给卢卡，布告栏啊，不同人哦，对，布告栏，对，阿妹家把布告栏变成甜甜圈，阿妹的屁股啊，上的那版的呢？原来是阿妹吧？我现在才听过阿妹吧？对，现在我没有在用阿妹吧？对，阿妹吧，因为还有部落格，对，所以有些人会做部落格。但是我现在以前的部落格全部都删掉了，太可怕。有点像动物声友会吗？不，有点不像。对，阿妹吧，最主要是还是跟别人聊天。看来青云以前就很花心，没有啦，有还好吧。他现在活了二十几年了，喜欢的女生不可能只有一两个。对吧？幸运的感情故事也很多。你们敢看你们年轻的时候打的部落格吗？对不起，等一下。可惜没交过女朋友，没办法提供感情故事。2022年，2022年才三个月而已，好近。碰奖一直在闻，你们现在看到的是碰奖的鼻孔。碰奖的鼻孔。我是一路失败过来的，哎呀，越做越勇。之前很多用过铺浪，然后后来很少人用。相変わらず邪魔な猫ですね、本当に。それね。可以投稿给你，你确定要投稿吗？哎呀，見えない。无名小站已经被删掉了，看不到。天哪。男友很专情，入卡只有我这辈子第三个。刚刚谁说？这谁打的？啊，見えない。ポンちゃんの犯事。ポンちゃん、やめてください。やめてください。やめて、ポンちゃん。鼻孔。好强劲的猫猫，真的。哎，我的手机剩6%了，我要充电。哎，那个やめてください。やめてください。FB 不是会跳过去的发文吗？我都看不懂我在干嘛。真的。可是 FB 和谐的时候还好，我中二病没那么严重。哎，没有，中二病严重的时候。我高中的时候就删掉，所以以前很可怕的那些发文都现在都没了。我每天看 FB 的动态回顾，怎么以前都在 FB 上骂人？没事，哎，也没有骂人，对。可是以前不爽、不开心的时候，只能用 FB， 对，打一些负面文。凤姐现在闻大家的味道吗？可能是哦。BC 晚安。我的丸子以前怎么这么多中二的文章？我上次还跟甜甜圈分享我被 gay 追的故事。我年轻的部落已经被删了，无名小站。路卡吃罐罐，讨厌了，凤姐不要亲我。凤姐邪魔，邪魔です。邪魔すぎます、ちょっと。ちょっと邪魔ですね。どいてくれますか？不累不累不累，有听到吹气声吗？好特别的声音，咕噜咕噜的声音。ね、ポンちゃん今泣いてます。杀了很多人的黑历史。你真的有听到呼噜声哦？
所以我的麦克风在这里吗？麦克风，我是没有看过以前我写什么感情文啦，但是有留以前女生写给我的情书。你中二病得时期，应该是中国一的时候，国一的时候最中二，对，就是最爱家庭教室 reborn 的时候。我的画面都是猫毛。对，每个人有中二时期。卢卡上次讲中二时期的时候，脸超红的。对，就是那时候。没错，就是那时候。无名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真的没听过。我有炫耀的这么明显吗？很清楚。还好现在在 IG 骂人都不是甜甜圈，真的。我知道你们很少骂别人。以前无名写感情文锁密码还被别人猜到，是哦，还以为你偷喝。卢卡以前很中二吗？没有到很中二，但是就是现在觉得那时候好像有一点中二。卢卡喜欢的 CP 数值要再说一次吗？不要。猜不出要告诉你，我们都偷偷嘛。哦，原来你们就是私底下跟同学比，怎么被猜到的？不知道。文ちゃんお利口さんにしてるね、今日はね。今日ずっと甘えてんの。うん。後であげますからね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てね。好可爱哦。对。我以前的第一人，那一吉尼熊第一人称吗？第一称是僕，不是瓦达西，但是只有打字的时候，讲话的时候还好。我们十几个甜甜圈群同时吗？原来有同学比你中人吗？超多的，有些男生还拿那个刀子，每天都拿有刀子。就是来上学，刀子或是那种 BB 枪，他以为拿那个会很帅，超中人。卢卡是不是太容易被碰巧融化？对呀，对。画面の真ん中に来なければ可愛いのにね。本当それね。第一人称，日本有很多第一人称，但是基本上。一般人用到的只有那几个，对，女生通常不会用 book 啦，只是那时候我们跟陌生人聊天的时候，有时候不希望被别人知道我是女生，所以才会用男生的讲法，然后我们就一直习惯用男生的语气讲话，对，我觉得匿名的那种。聊天版可以用男生的语气讲话，但是我那时候很白痴，我跟一般男生朋友聊天的时候也是用男生的语气，对，现在觉得好害羞。我们很少人用 Wadakushi， 应该用人有些人会觉得智障。左手版那个哦，这个就没有，对。衣服的话，我应该蛮正常的，就不会穿什么奇怪的衣服。拿刀子好危险，男生屁孩就算女生的。以前学忍者跑，学校可以带刀子吗？当然不行啊，就是那个 survival knife， 不是那个厨房用的那种刀子，就是，我的铅笔盒里有。对，左手被封印的人很，我们学校是没有。罗纳的晚安，我都用指责实力给。猫咪不，我没有闻过哎、欸，猫咪好像不太会，这个好像说过。对，有同学因为眼睛太好看要戴眼套吗？没有。
才没有这种人。怪为了变强只好忍痛不来看直播，也蛮招人。还好呢，因为你跟男生一起玩，用男生口吻说话也很正常。对，可是这些男生就不会喜欢你，他们把我当作男生聊天。对，没有 cosplay。对，我们学校没有人会玩 cosplay。国中的时候，对，现在觉得蛮神奇的。就算喜欢动漫，不一定会玩 cosplay。嗯，啊，学姐好像有，只是我的同学不会玩。嗯，长知识，以前学校老师只叫我达西，对，啊，达西或女生基本上用我达西。私は私、うち。男生的话、僕、俺。正常就是僕、俺、うち。うち、うち男生は用吗？对。嗯。其他的都不正常。对。手裡剣忘记怎么折了。男生会把你当成好兄弟一起玩。对，没错。我高中有同学就是那种视觉系，视觉系中二。太可怕了，他们长大后会不会觉得，以前的我到底在干嘛？ cosplay 要有一定的钱才玩。哦，对，没错，而且那时候台湾的资源也没有很多嘛，对，那种 cosplay 的店啊什么的都很少，而且很贵。对，我有同学都要学死亡笔记的 L 的坐姿。好中二哦。我以前就玩过 cos， 你穿过什么？突然想到以前男生都会搞怪穿 cosplay 女装，通通都成为黑历史。我有问题，那男大姐用什么？男大姐应该用阿达西，对。啊，有了！我突然想到，我以前同学会玩 cosplay， 从日本来的有一个女生，对，国二之前都没有，国三之后就有了。就是我们学校因为没有制服，所以拍毕业照的时候都会穿比较很像制服的衣服，就是白衬衫、格子裙之类的。然后只有那个女生穿，就是 cosplay 的制服，就是动漫里面的。可是动漫里面的制服通常都不是配色很怪嘛，就是可能。蝴蝶结就是亮亮的粉红色之类的，对。我同学走路摔掉还装没事说，真不习惯人类的身体，有够北气的，超北气。手工自己缝，哇！我们都自己做衣服跟道具，好厉害哟！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！那是他刚都做起的，他刚。如果身边的朋友有戴金项链吗？应该有吧，我不知道耶。以前要自己做比较多，长大后悔系列。这季教有部动漫讲，动画讲 cos 的很好看。突然觉得 Luca 这样很像可口可乐的员工，是吗？我被卡妹说很像 SK2 的发单子的人。SK， 你们知道 SK2 吗？就是有些百货公司 SK2， SK2 就是化妆品保养品的公司，对。然后他们就是穿红色的短袖，然后发单子说，要不要测你的皮肤年龄？这样，你已经满20岁了吗？他说我很像那个 SK2 的员工。会比你的高中制服怪吗？不会，但是一般的那种制服都是黑色或是灰色、咖啡色居多，就只有它是粉红色，很怪。如果讲晚安，杨过晚安。不过那个名牌很严守，上班真的会戴。不过图案真的有点对，所以我都会戴这个贴纸。我上面戴贴纸，所以不会有刮痕。我在干嘛？知道齁。
为什么是 SK2 的？就是穿红色衣服啊。我想到以前朋友就是要 cos L， 还陪他去奇怪的地方。为什么看？奇怪的地方，好像真的只有那种店有卖。那表示你肌肤很好，才会骗认为化妆品员工，才不是呢。他只是看衣服。皮肤年龄，对啊，他们会帮你测皮肤年龄，然后最后才会推销这样。对，通常那个柜姐都很漂亮，没有柜姐很漂亮，可是发单子的就不一定。我以前是很迷死玩笔记本，还去买黑色笔记本自己加工。That's not。我去找一下蹦奖，我刚听到奇怪的声音。我哪里是电脑蹦奖？嗨，蹦奖一周入ります。かまないでぼんちゃん、かまないでください。等一下，谁说？我现在才在跟笑笑借的意思。先是要，然后再一步步。奇怪的地方是警察局吗？然后都把讨厌的名字同学写在笔记本。发单子就不一定。おとなしくしてるのにちょっかい出しに行かない。いや、なんかすごいバリバリバリって音が聞こえたの。写教官の名字。So, 靠我有啊，欢迎各位找我姐。为什么你有？当然是门口。見てしょうが。見てしょうがんじゃ。これポンちゃん何してんのって今。做一本死亡笔记本丢在操场看谁会接。外界的时候看了服务，笑笑很懂。真的借到笑笑是不是就要丢工作？啊，还是你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工作。果然是猫喜欢去的地方。然后给你们看，你看，就是原本这边是这样，然后这边是白白的，就是一纸箱嘛，这就是矿甲窑的地方。原本是平平的，它窑成这样，所以我们家越来越脏，是因为几乎都是因为碰奖。ダメでしょうが。笑笑借的惨的是谁？应该不至于丢工作，他但写报告一定跑不掉。ダメでしょ？做那样的工作，不然讲很喜欢在纸箱，咬这么大一口，这样的工作是怎样？就是那样的工作，没错，就是会用到的，还会一直的，它是咬的。用咬的，再给大家表演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他发生就是不开心的事情都会这样，就是可能没有人陪他玩啊，肚子饿啊什么的都会这样。越说越怪。那箱子被咬烂之后要换新的，对。我们家的现在箱子都是，几乎都是被你咬坏了。你感觉说是对的，但为什么感觉怪怪？他不会吃进去吗？不会啊！你看，这些都是碰奖咬的东西。那你是点点对？他现在不开心，应该是没有人理他，卡妹躲在房间里。目前换过几个箱子，已经我没有在数了。
太多，我已经放弃数了，应该有100以上哦。嗯，只是单纯想摇东西下来，对呀、啊，感觉就是想摇东西。对，所以我们平常就是从外面一回来，发现我们地板上有很多这种纸箱的那个屑吗？不是磨牙，其实他已经3岁，快要4岁。他会抓坏家具吗？会。嗯。卢卡礼拜五又是9点，没错。因为9点，你们隔天很多人不用上班，所以晚一点开播没有关系。哎，已经1个半小时哎，我要念完了。其实今天我只开1个小时就好。我先去领，不好意思。我先去林大墨学院，谢谢善缘的美光灯。他现在脸很凶，微笑。那默默学院。缺粉丝团礼物可以送我们，对。哎呀。我先准备一下，蓝妹要绑架，谢谢夏夏送我非礼勿可。蓝妹要绑架，谢谢陆克送搓搓泥，谢谢夏夏送我非。哎呦，真奇告白应该可以领，应该可以领。哎、欸，回来了，啊、哦，没想到拿到4个真情告白，谢谢你们，感谢。那我先丢一下，呼呼呼呼。然后我的电脑又宕机了，要重新开。啊，我懒得开机了，我用我的手机。ASUS， 真的这个比较快。嗯，真的。哇，10点11分！我等等关播后要去用要去做。我的冰箱里有猪肉片，我要做东西，因为那个直到明天啊，不是直到今天。等一下哦 ，WiFi 呢？为什么没有？谢谢小三又送我来签到。宵夜吗？不知道哎，剩只有100克，100克的猪肉，不知道能做什么。不要拿错调味料，对，绝对不会，这次不会。今天不用吃完呢。就是那是生肉的有效日期，不是煮完后的有效日期。谢谢大家的让默默学院礼物。等一下哦，为什么没有接触到？哎 ，WiFi， 哎呦 ，WiFi 出问题了，等一下是怎么？现在是什么情况呢？一下，谢谢送守护灵。いつまでやってんのポンちゃん。おかしいね、ネットにつながりませんね。あ、討厭な。暑いし、もうやだやだ。
なんで？不好意思。欸，啊，吐司一起吃，水饺皮哦，我没有水饺。对，这次是猪肉，不是牛肉，猪肉。点不上WiFi，对，可是我不太会用这个。なんで？なんでなん？有找到但连不上，不是什么都没找到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波角吃过生肉吗？当然没有啊，太危险了。好，那我们先聊别的好了。你们有玩过 Wordle 吗？什么连不上？那八成是电脑的无线网卡有问题，重开机好了。好，那我重开机。猜字那个吗？对。有啊，最近每天都会玩，我也是。对，猜字那个，不然中文叫什么 ？Wordle。好多天没玩，中哎、欸，我记得有中文的跟英文的，对，应该是英文先，然后再是中文。哎、欸，中文的超难猜的，我目前。只有猜过一两次，其他都是完全猜不到。那是什么游戏？你真的不知道？Wordle 啦 ，Wordle， 超难的中文。那个中文名字是什么？注音版的对。Wordle 好像没有中文，就是那点 Wordle 就是 Wordle。Crossword 这不是，就是你们有没有最近有没有常常会看到很多奇怪的图，就是五个黑色的四角形，然后最后是绿色的那个四角形，五个正方形的图案，对，有方块图，对，有没有常常看到方块图？莫名其妙的，在哪里玩的？在网页上，然后每天出一题，黄色、绿色、灰色，对。然后中文的我都猜不到，是我的问题吗？还是中文的本来就比较难猜？你们都猜得到中文的吗？中文比较简单吧，英文我第二个就玩不下，哪有英文比较简单？谢谢盛宇的偷偷喜欢你，因为中文啵啵啵比较多啊，选择性比较多。可是英文的话，通常分母就只有五个，不是分母啦，母音就只有五个嘛 ，A I U E O， 对。可是中文就不一定，所以中文的真的比较难。有日文版，有，可是日文版那也是不是官方的，对，还是不行耶。感觉我已经跟不上时代，可是我第二英文两次猜就想不到符合提示的单字了，哼哼。
重开就不行，是什么？無効です、怎么的？好吧，可能要重新用。哎呦，算了，现在电脑怎么都会出一堆问题。光线板我就只能用手机插，只能这样了。所以我看完之后，大家丢礼物就。可能不会念到你的名字。好，剩十秒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。在聊什么？到底在聊什么呢？聊什么呢？哎，君说什么跟着就说，跟着说就对了。跟你学习才认识女粉，回来了。不好意思，因为今天的版比较特别，所以比较需要花时间。而且我的甜甜圈卡已经没了，甜甜圈新的卡已经没了，所以只能用捡东西。你有看刚刚大家留言吗？有啊，笑笑跟。下下不是跟卢卡告白，是跟陆克告白。噔噔，好，今天的第十名是 Legun， 谢谢 Legun。第九名是小色月，谢谢小色月。第八名是笑笑，谢谢笑笑。第七名是小易，谢谢小易。第六名是灰灰，谢谢灰灰。第五名是青云，谢谢青云。第四名是原田，谢谢原田。第三名是盛元，谢谢盛元。第二名是陆克，谢谢陆克。第一名是强大森，谢谢。今天的吧，对，我应该要买这个新的卡，不然真的没有。小盛元每天都长大一点点。好，大家辛苦了，晚安。早点休息哦，拜拜。谢谢大家刚刚愿意等我，拜拜。お疲れ様、拜拜，拜拜。